遊戲機啦。有個咧打機咧，絕對係一個咧對於城市生活咧減壓嘅一個其中方法嚟嘅。不過當然咧就唔可以咧太過沉迷啦，太沉迷喺打機嘅世界當中咧，可能會突然間咧即係脱離咗現實啦，甚至令自己咧即係嗰個精神咧就係、是、太過咧即係開到頭尾啊，太做得太盡咧，即係可能會幾辛苦啦。開始今日兩小時嘅美然康康，係有啊嚟緊嘅是2006年啊亞洲遊戲展嘅主題曲啊。其實亞洲遊戲展嘅主題曲咧，曾經唱過嘅朋友，譬如有呢個鄭秀文啊，又或者陳慧琳啦。今年咧，佢就唱呢一隻亞洲遊戲展嘅主題曲咧，就我哋呢一位風之子啊 ，Aaron Kwok 郭富城啊，啱啱攞到呢一個金馬獎嘅影帝啊。開始今日嘅節目，郭富城嘅風之子。